大学是吧？对，会讲会讲英语，会讲中文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知道这个人啊？哪个你怎么说了？我是昨天过来的，昨天过来干大白了。对对对，然后今天听你节目，我可以讲啊，因为上次你说吧，因为上次我看你发朋友圈了，就是那个说自己是谁啊，特地今天特地昨天特地过来，好，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好，他决心了，他决心了，告诉你。我刚下班啊，那我们走吧，拿行李我们走。